爱上了君王母娘娘，观音菩萨、玉皇大帝、妈咪妈咪妈咪吼。不对不对，应该说魔戒魔戒，哪个是那个世界上长得最怪的人？都你那个小样，你还想当白雪公主的皇后吗？闭着你的嘴巴，快点跟我说，哪个是世界上长得最怪的？是不是老娘哦？是个串串呐，你找恁个鸡巴肥狼可能是你啊？肯定是白雪公主噻，都是那边空个大的那个。咋子？哎，你莫慌，我查不完新闻。30天过后，帅气的王者将周游全国选王妃，到时候哪个屋头有年轻貌美的姑娘，都有机会被选中哦。白雪公主，咋子吗？哪个是你妈？我是你干祖祖。胖妹儿，你真的是他的妈？你不是他的干祖祖，我没见过你那么漂亮的人。闭嘴！你看老子哪个手是他？白雪公主，从今天开始我都不是你妈了。哥哥要出王旗给我炸猪排、炸油条、炸猪肉。啊！我不敢。你不敢，你不敢，骨头敢。你是想当老妖婆吗？哪个是老妖婆？你全家才是老妖婆！老子是当王妃的人。你莫慌，有电话打进来了。哎呀，王子来了的嘛。王子，你那个装逼怕不好的哟。I'm sorry。你干啥子？你晕车了吗，王子殿下？不是哟，那个美女干啥？来来，王子尿罐儿。啊，谢谢你，妹儿。请问你叫啥子名字？有微信没得？我叫白雪公主殿下。哪个那个贱货那个在发光啊？他不是应该在求黑了吗？不要慌嘛，我看监控录像。咋求成老腊肉了？我哭啊，小白雪。哪个在说话？出来，他在那边。哎呦，那个疯子闹鬼吗？啥子弄得发光啊？哎呀，幽灵！我不是幽灵，我是你大姨妈。大姨妈呀？差不多。我刚刚在里面听到你在哭，你在哭啥子嘛？我遭秋黑了，我肯定要哭噻。你那哪里是遭秋黑了哟？你那明明是去偷了煤炭。嘿嘿，早就看出来了，那里啥子事嘛？我到那里来是想向你推荐一款产品。这是啥子哦？哪个还要发光啊？我那是妖精水，妖精流的梦口水，一滴提神醒脑。三D 长生不老，采用最新 Windows 100系统生产的，用了过后保证它是本。你说恁个都有现金没得哟？是不是喝我的哟？我喝你干子嘛？我是你大姨妈的嘛？爹，你还会买东西啊？你是为啥哈？我喂你不二舅吗？你不用饭去了。我要哟，恁个都可以吗？我要感谢我大姨妈送我的这口妖精梦口水。那日妈哪里是妖精流的梦口水哟？自带美颜发光效果，拍照都不用用 PS 了。我爱你，宝贝儿。嫁给我嘛！哎呀，宝宝害羞。你小个嘴嘴，嘴巴给老子闭到，变成麻怪。那个不是在拍白雪公主吗？哪个拍成哈利波特了哦？